大家好，那关于整个马政府的这一个组织再造，各位这一个可以发现可能是一个骗局或是一个明显的跳票行为，因为在明年1月1号即将上路的这一个中央政府组织再造，马政府的这一个构想竟然只有法务部，竟然只有客家事务委员会，竟然只有中央银行、中央选举委员会，还有这一个故宫博物院上路，但是这些部会呢，跟现在的这个建制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不同。那需要改变的这一个部会，需要大幅这一个整顿的一个部会，反而是环境资源部，反而是卫生福利部，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一个这一个部会。可是这些部会的这一个组织法，在国民党的这一个执政之下，却没有这一个实现。我们必须要这一个清楚的这一个了解，国民党在立法院里头超过了2/3的这一个多数，有将近4/3的多数，但是为什么通过这个组织法却是这么的困难？那相反的，今年年底，也就9月份开始，我们的立法院要审预算，明年1月我们又要面临总统选举跟立法院选举，想必整个这个政府组织再造的一个工程会再度的一个延宕，这会让马政府所讲的组织改造变成是组织改革，而没有任何的一个改革。那我们智库在这边这一个针对政府组织改造的这一个问题，提出了现况的一个诊断，也提出了一些愿景。那就现况的一个诊断这个来说，我们发现马政府现阶段的这一个政府组织再造有几个问题点。第一个问题点，部会的定位不够清楚，许多的这一个委员会应该是一个政策统合机关，但是在马政府的这个主导底下，委员会竟然成为所谓的政策执行机关，例如海洋事务委员会变成是以海巡署这样的一个执行机关来负责岸巡跟洋巡的一个业务，跟政府组织再造这一个并不相符合。第二个呢，是整个这一个委员会的这一个数量过多，甚至啊混淆了独立机关的一个性质定位。那各位可以这一个想想看，侨委会作为一个委员会，理论上它是应该要跟外交部来这一个整并，但是在整个马政府的组织再造里头，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作为。同样的这一个道理，理论上金融监理管理委员会，理论上中央银行应该要被明确定位为独立机关，但是在马政府组织再造的一个过程中，他却把他们界定为非独立机关。那现阶段整个马政府所主导的一个中央政府组织再造，除了有上述的一个问题之外，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仍然停留在加减法式的组织再造，而不是乘法式的组织再造。一个理想的组织再造必须要能够形塑出政府的这一个愿景跟效能，而不是只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进行部会的一个这一个调整，甚至没有调整。那在这一波的这一个组织再造里头，各位看到的法务部、客家委员会、中央银行、那中央选举委员会跟这一个国立故宫博物院，几乎都是没有这一个再造，这很难让政府的这一个效率效能能够有所提升。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智库提出了我们版本的一个政府组织再造的一个愿景，我们有两大方面的一个贡献。第一大方面的一个建议是希望强化院本部的一个组织功能跟执掌。那我们院本部的一个组织功能这一个执掌，不同于马政府的院本部的行政院本部的组织功能执掌，我们的院本部是加进了原住民族委员会，加进了最需要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其次，我们认为部会的这个数量多达29个，还是太多了。我们智库的一个愿景，我们智库的一个版本是希望配合 OECD 国家的一个发展经验，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的一个部会总量重新设定在14个部、5个委员会。我们希望借由14部、
五个独立机关的一个建制呢，迎向新的台湾国家，新的活力政府。以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最后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利。